大家好，呃，今天那个呃，兰友艾 v n 他有一呃，他的频道有一个视频讲到了兰花的金腐和那个软腐啊，金腐和软腐其实是兰兰花养兰花中啊、呃、经常会遇到的两大问题，呃，而且一般遇到金腐或者软腐的话都是很麻烦的，啊、呃，软腐的话主要是因为那个。 叶芽里面呃积水了，然后导致了呃细菌还是病毒感染，我记不清了，应该是病毒感染吧。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呃就就基本上没治了，就是一旦软腐了以后，那那一颗苗肯定是没治了。然后金腐的话也很讨厌啊、呃，金腐的话它主要是那个炉头里面受感染了。 然后因为炉头坏死了，然后整个这个植株你看它就枯死了。因为是炉头坏死，所以它的呃枯萎的话是从呃叶子的那个底部一直向那个顶部那个蔓延。你看我这一颗的话，基本上啊、呃、这个基部的叶杆基本上都已经黄了，然后上面顶部这个叶子还剩一点点的那个绿色。那、呃、基本上看现在我随便一弄就随便一拨就那个下来了。 啊、呃，这就是那个兰花那个金腐，然后原因的话，艾文在他的视频里面也说了，就是说，啊、呃，兰园他卖兰花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先要分苗的，然后分苗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感染啊、呃，所以的话，啊、呃，如果处理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造成那个金腐。 啊，然后我这，然后艾、e、文他说他没有那个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到底金斧它的最后的炉头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我这个基本上就死透了嘛，所以我就正好啊，给它脱粉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的。 因为那个金腐了嘛，所以它基本上这个炉头是没有活力的，然后导致了它这个根的话，那最后肯定要也要死掉了。因为我我这个是一直没有处理，放在那挺长时间的了啊啊，然后我这里有三个炉头，这三个炉头基本上都死了。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炉头来切开来看一下啊，看看它金腐的那个炉头，一般来讲应该里面是黑的。我们我们切开来看一下啊。 这颗好像还可以，啊，你看里面没有黑的，这个好像还不错。我再看一下这一颗啊，哦，这颗就完全不行了。你看这颗炉头里面完全是黑的了，对吧？ 也就是说，这一颗是受感染最严重的，你看，基本上都黑成这样了，就已经没没没得救了。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颗，最后一颗鹿头状。这一颗的话，啊、呃，也已经被感染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颗是最早被感染的。 啊、呃，然后接下去延伸到这颗芦头，你看这个芦头，它中间还有一点点是绿色的，也就是它已经大部分被感染了。然后接下去这一颗芦头的话，还没有被感染到，但是它这个呃叶子已经没有了，因为因为整个根都不行了啊、呃，所以的话基本上就不行了。所以啊、呃，如果比如说这个芦头如果还有叶子的话，那最好的话就是说在这里给它。 就是分开来，啊、呃，但是这样即使分开来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相邻的这一颗已经被感染了。最好是如果，呃，这一颗没被感染，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芦头，然后你就,就从这开始切，然后那一颗芦芦头是可以保留，是比较安全的。啊、呃，像这一颗的话都已经比较比较危险的了。但是我这个，因为既然已经叶子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啊、呃，我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啊、呃，这个金斧到底啊、呃、是。 啊、呃，这什么样的就是非常恐怖的一种景象啊、呃！所以碰到这个金腐的话，肯定是要及时的处理。就是如果你炉头比较多的话，就是把那个呃还没有被感染的炉头及时的切下来，这样有可能还有救啊、呃。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这一颗一样，就基本上啊、呃、整个整株兰花就基本上没得救了。好了啊、呃，今天这个。 关于金斧的就说到这儿啊、呃，我在视频的说明栏会把那个 i v a n 的那个视频的呃连接也放在我的这个视频的说说明栏里面啊、呃，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可以去看看他的视频啊、呃，他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我这里主要是想啊、呃、切开炉头给大家看一看那个金斧啊、呃、到底啊、呃、里面炉头是什么样子的。好了啊、呃，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